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好事多，在我家附近开车大约十分钟的时寿开了一家好事多，而且是昨天开幕的。然后这个好事多啊，有北海道唯一一个好事多的加油站。那北海道现在有两个好事多，另外一个在札幌市哦，我之前有去拍过。那其实呢，日本人也非常喜欢好事多，那就是跟台湾一样，好事多这边就是物美价廉啊，东西都便宜。那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北海道的好事多都卖什么东西。然后这边好事多汽油站的价钱，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汽油啦，无铅汽油叫 regular， 一公升才134，哎，比一般差不多便宜了5到10块日币，非常的便宜。我等一下去加油。我今天人潮非常的多，一进来就有看到这个120型的8K 电视哦，你知道卖多少钱呢？990万，哎，快1000万日币，哎，我的天哪！也太贵了吧，我没有数错吧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哇塞，快1000万的电视，哎，太屌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不错的产品可以买啊。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史大伯的铸铁锅，来好事多买都非常的便宜。现在这一个只要18000块日币，这是27公分的，一张卡只能买一个哦，相当的漂亮。好事多的史大伯比奥莱还便宜。然后看到这一台6门的冰箱 Sharp 的144800块日币，蛮便宜的。日本的冰箱都蛮便宜的，特别是好事多502升，超棒的。我们又看到前面超大的这个玩具熊，哦，比我还要高，23000多日币，高约236公分啊，熊山啊，一堆熊，真的有人买吗？大家来日本的好事多一定要买这一台 Vitamix 的一个果汁机哦，原价是58000多日币，现在开幕了折价10000块，只要卖48000日币左右。这一台在台湾卖超级贵的。我家的咖啡机就是在好事多买，也是买这一台哦。那现在开幕特价，你只要拿这个好事多的黑卡哦，直接再折3000块日币。我是买13000的人啊，看到就有点气啊，真的是太便宜了。其实全世界好事多的里面的布置啊，全世界都一样，美国、台湾、日本的好事多我都去过，其实都大同小异，不过里面卖的东西就很不一样啊，蛮多在地的东西。我家的锅具组也是买这个的，然后现在原价15000，现在特价12000，然后是有6件哦，然后含这个盖子的话是10件，我觉得用起来蛮好用的。如果在其他地方好事多应该有在卖，我蛮推荐这一组的。前面这一支在台湾很红的 Panasonic NA9B 的吹风机哦，这次在台湾非常的红，卖13800块日币。我觉得日本的电器都比台湾便宜很多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在日本呢，不只是日本的电器比台湾便宜嘛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出口到台湾。但是它有一些是，比如说像一些美国的电器啊，它也是出口到日本，那它的价钱就是比台湾便宜。我是搞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台湾的薪水又比日本低了至少2倍，为什么我们的东西都比别人贵？干电池1398日币，然后便宜300块，买一组回去好了。来好事多一定要试吃啦，前面有在试吃提拉米苏蛋糕，自己跑过来拿好了。这个提拉米苏蛋糕很好吃，然后前面这边有摆黑毛和牛 A4 等级的，100克498块日币，亲生产的，
黑毛和牛，现在加起来5600块日币，好棒哦，好想买一块回家吃哦。不然我买一块回家吃看看好了，我买小块一点的，晚上加菜。A4 的牛排，买回家吃。今天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，然后这些的生鲜哦，肉品大部分放的还是美国牛，我只有看到少部分的黑毛和牛。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北海道的海鲜价钱如何。然后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有卖这个海胆哦，然后这个海胆是北海道产的，1180日币哦，蛮便宜的。然后这边也有卖毛蟹，1只6980块日币，蛮大只的。哇，这边有在卖帝王蟹，然后这个帝王蟹是美国的，100公克798日币，一公斤差不多8000日币。然后这边有卖加拿大的龙虾，100公克298块日币，耶，超级便宜的。他说这一只5000多块日币，哦，这一只超大的。这边这个牡蛎也在特价，1180块日币哦，2公斤。但他没有写是哪一国的。然后这里蛮多日本的水产，冷冻水产，嗯，价格还不错，哎，蛮漂亮的。今天是平常日哦，人超多的，日本人也超喜欢好吃多。这个鲑鱼，这里差不多是1.8公斤，是2500块日币。日本啊，北海道鲑鱼还蛮便宜的，好事多的蛋超级便宜的，418块日币。然后这个蛋的 size 都很大，都是 L 等级的，我来好事多一定会买。然后这边是好事多卖衣服的地方，我觉得就它的样式很少，然后也不漂亮，我觉得台湾的好事多衣服挑的比较好，很想买一些漂亮衣服的，大家都说我衣服好少，但是这边好像没什么好买的。在日本好事多可能会推荐这个精致的毛巾，然后大家都说擦起来很柔软，然后今天特价才1000块日币左右，然后这边有3件组 ，Made in Japan， 网络上很多人推这一款，但是我没有买过。然后这边卖蛮多日本零食的，哦，这一款好像那个六花亭的草莓巧克力，我觉得完全很类似啊，我不敢说它抄袭啊。好事多卡是全世界通用的。那如果你要在日本的好事多刷卡的话，你只要有 Master 卡就可以刷卡， Master 哦，现在哦，所以你只要拿你台湾的好事多卡也可以进来购物，刷卡就拿 Master 卡也可以。然后这一区也卖很多日本的保养品，大家来日本玩都会买日本的保养品。那这边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啦，很便宜嘛，因为他要买很大量。这个面膜64枚，2500块日币，我也觉得超便宜的。然后这边有蛮多保健食品的，有美国的，也有日本的。葛根汤，什么是葛根汤？不懂。这边也有卖很多日本的成药，大家来日本玩一定会买日本的成药，因为坦白说，在日本虽然有全民健保，但是看医生还是稍贵一点，所以大家有一点感冒的症状啊，就会买一些成药。好像这一罐，台湾人就超爱买的，什么肩膀酸啊，然后眼睛酸都可以吃，腰酸这一罐我也有在吃，这一罐也很有名哦，就是你被蚊虫咬伤可以擦。那这一罐听说非常的有效，然后买了这一个杯装的薯条，很像薯条三兄弟，800多日币，总共有12盒哦，买给我小孩吃。今天没有买什么。都 soft green mix 味道是太。然后好事多这边有在卖吃的，价钱都蛮便宜的。那我买个草莓冰淇淋来吃，只能站着吃了，找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。すいません，很大一碗，但是没有外面卖的冰淇淋那么好吃，那没有那么浓啊，但分量很够。
那今天我逛下来，很多买这张卡的都有非常多的优惠，想必他们很推这一张卡。那这一张卡的刷卡的时候啊，回馈的趴数这个有2%，刷卡 Master 卡再多1.5%，就是3.5%。大致介绍一下而已啊，介绍的有点乱。那今天人也非常的多，不太好介绍。那你只要拿这张卡、全世界的好事多都通用。现在跟大家闲聊一下，其实今天晚上日本好像要再发布第四波的紧急命令了，疫情又上升了，这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。而且这一次好像蛮多是这种变异的病毒的，还是赶快把冰吃一吃就回家了。那我现在就要离开好事多了，那顺便去加油一下。那我未来会常常来这一间好事多哈，如果有什么新商品，再介绍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我是北海道女婿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